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花痴小妹，哈哈！你们见过表白花束吗？是什么样的呢？玫瑰花，红色的、粉色的、蓝色的。那你见过我这样的吗？彩色的，哇哦，好美啊，像放车一般呢。瞧，仔细给你们看看，还闪闪发光呢。哇塞！你们喜欢吗？拿着它呀，就感觉无比幸福呢。但是呢，还缺一样东西。这个花束呀，是肥皂花哟，闻起来还香香的，特别是晚上放在房间啊，特别好看。那它还差什么呢？噔噔，当然是差表白的大大棒棒糖呢。哇，我觉得他们俩在一起绝配。拿着我心爱的表白棒棒糖和花束，我们一起去表白吧！有点像做梦般的感觉，感觉重返十八岁了，嘿嘿，好想再来一次十八岁呢！来来来，看看这个大大的棒棒糖，哇，上面的英文你们认识吗？可以教教我哟，我一定会把它记下来的。哈，还有一只小花呢，哈哈，太可爱了。放在我胸前，感觉好像心脏在砰砰跳呢。这要是谁向我表白呀，我肯定会忍不住。不好意思了，来，我们来把它打开，嘿嘿，拆开啦！哇，红的和白的配在一起，真好看，忍不住要尝一口。好甜啊，吃着这种爱心棒棒糖啊，感觉都甜到心坎去了，而且还格外的开心呢，太莫名其妙了。哇，吃它的感觉好像有人向我表白似的呢。不知道害羞。它的整个甜味呢，就像是麦芽糖的口感，甜蜜蜜的，也有点是在像吃蜂蜜的感觉。来，舔舔这白的，哇，这白的还是不能舔，一舔这字儿都花了。这白白的好像没有什么味道耶，好像。嘿，尝不出来，是真的没有什么味道。我给它印个印上进去吧。瞧我这嘴唇，哎，还真有一点，但是不明显，哈哈。这要是拿着这么可爱的棒棒糖去表白的话，那不得甜死对方呀？肯定会特别喜欢的。女生们啊，喜欢浪漫，也喜欢吃甜的，哈哈，这两样啊都具备了，哈哈，开心。这个好厚啊，你们看，而且还特别沉呢，感觉有500克的重量呢，拿在手上，沉甸甸的，挺酸的呢。哎呀呀，这么大的爱心棒棒糖，你们尝过没？是不是也很想来舔一口呢？来，免费送给你们舔，把你们嘴伸过来，舔不到，馋死你们！哟，好烦啊！哇哦，感觉好想哼起那个歌呢。夏日的热情打动秋天的凄寒，微风吹来浪漫的爱情，哇哦，好甜呀，除了甜就是漂亮，还有非常的喜欢，我要带着它出发了，哈哈。好啦，那我们本期的超大爱心棒棒糖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了，喜欢的朋友们别忘了关注和点赞哟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